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启阳。2018年下半年，究竟哪个星座桃花最旺或财运最发达呢？你有没有上榜呢？赶快按下连结，就可以订阅我们女人我最大 YouTube 频道，我会告诉你答案哦。接着下来 ，Call me， 你的困扰是什么？我的困扰其实也是很多的上班族的困扰，是塞车，不是塞车是一个重点啊。那也没办法，长高是我个人困扰，这个我已经放弃了，穿着高跟鞋。但是我觉得现在矮也是我的优点之一，这就 OK 可爱啊。对，但是我今天的困扰呢，就是我必须如果说我去上班，对，眼影，对，因为如果说我去上班的时候呢，我不需要什么大的浓妆，我只要很淡的妆，看起来有精神，然后看起来有气色，然后这样就 OK 了。不过如果晚上我要出去跟朋友 party， 或者是跟异性朋友去比较黑暗的地方约会的时候，灯光不够，但是我希望我的那个眼影呢，就是。一定要突然临检灯亮的时候，他的眼影哇不止命都要亮，就是我要有那个魅惑的眼神，对，临检用的。有时候我们出门，尤其是现在是夏天，你出门不想要带很多零零扣扣，然后你的化妆品啊，就是你要补妆的东西，你也不需要，也不想要太多。那我希望就是一盒眼影，就是可以有淡妆，对，那又可以有 party 的妆。就 Vincent 老师没有这种东西，因为你要给他买一盒眼影，他会一起说还要什么？等一下，安静。跟你讲，我们他介绍这个东西。Are you sure me？ 你只要买一盒就好。一盒的，一盒。要跺脚。我先介绍这一次入围的好了。那专柜的这个盒很经典，对，很经典，超经典。这个就是一个日系的品牌。你只要用过这一盒，真的，这盒超好用。这个就是专柜入围的，然后呢，这个也是一个专柜的牌子。哇。配色很美啊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要帮 Komeno 用的呢，就是一个开架式的品牌，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日本的品牌，对，然后它这个品牌呢，一个很棒的一个优点就是呢，它的单价很低，然后 CP 值又很高，是。然后这个呢，也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开架式的品牌，哦，这一次呢，它有跟那个安室奈美惠合作一个限量的眼影。然后呢？听说就是在台湾非常难抢，然后我们就帮那个 Komei 来用这个日本的这个。好的，好。那刚刚 Komei 有讲，就是呢，他希望一个眼影盘呢可以有白天的妆效，然后有晚上的妆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来帮大家示范，就是一边是白天，一边是晚上。好的。画眼影之前呢，我们是可以先拿一个比较大一点点的眼影刷。哦，我要打。都有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白天的，然后我们先选用这个米白色的这个颜色，然后先大面积的整个打底。抠妹她这眼皮呢，帮她用了米白色之后，她这边就感觉皮肤差了，变亮了。那接下来你上去的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显色一点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呢要帮她画的是这个有一点点浅粉红色的这个颜色。那我们在画的位置呢，就是因为刚刚是大面积的画嘛，对。那我们在画这个浅粉红色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画在靠近睫毛的根部这个地方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刚刚有讲到，就是呢，你这个白天妆呢，我们就是用这个粉红色，让它看起来比较有亲和力一点。但是呢，像画粉红色，就会看起来比较容易会有泡泡的感觉。对，所以你在眼尾的地方呢，就可以用这个咖啡色，稍微的把它加一点点在。可是刚刚那个粉红色上上去，觉得小扣就变很有神哎。真的吗？因为其实一般我很不敢只有加淡淡的粉红。对，我很怕真的会。其实你可以哎，对啊，就是看起来会比较。所以有时候好像都是自己觉得哎，看起来比较亮一点。然后呢，像白天妆呢这样子，其实淡淡的它就很漂亮。哎，真的耶。看起来很有神。那如果说像你晚上呢，你想要去约会，然后想要去就是吓人 party， 对 party 暗的地方，对。然后我们一样再用这一盘哦，就是不要再花钱了。好的。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一样再用这个米白色换笔。换笔。哎呦。老师，如果我在外面，我不想要带笔具，可以用手吗？啊，对啊，因为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如果说你打底的话，你可以用手。晚上也要先打底哦，晚妆。
好，然后接下来一个动作很重要，就是呢，我们接下来要用这个咖啡色来画有一点点烟熏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拿你家里面的水枪喷在这个化妆刷上面。啊，喷在自己的化妆刷上吗？水枪喷湿之后呢，沾这个眼影粉。哦，当眼线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当眼影膏。哦，对，因为它是干湿两用的。哦，不是每一盒都可以这样用。对，所以你看哦，它沾完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成很饱和的眼影。那你为什么不从眼尾开始画？因为我们要帮他画烟熏妆。哦，那老师，如果白天是你的另外一边已经有打了那个粉红色，我可以直接也可以直接压上去。对，所以你用喷水这个方法也可以直接叠在你那个粉红色的上面。你看啊，它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。有哎，哇，有哎，艳丽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呢，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要让用这个眼影来画眼线，然后一样呢，我们就用一个眼线刷。嗯，你要很漂亮。刷子要带三支，对啊，就是刷每个人都有，然后刷子都比那个眼影还要贵，没有，像开架式的眼线胶就有送刷子了，哦，还要先买眼线胶啊。好啦，今天怎么大家都在吐槽我？越简单越好，真的很快啊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用这個同样的刚刚咖啡色眼影哦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用这个眼线刷来画这个眼线。都不知道一个女孩的化妆包有多贵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帮小抠呢在眼尾这边帮她画一条眼线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眼线。不一样哎，好 party 哦。嗯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刚刚用这个眼线呢，帮抠妹画了一点点咖啡色的眼线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这个最旁边的这个咖啡色，然后呢，来帮她画下眼线。哦，然后叠在上下眼线颜色不一样。对，就是用比较浅的咖啡色。你看，好棒！它可以白天画一个很漂亮的粉红色的妆，然后晚上呢，你可以画一点点咖啡色的烟熏。所以呢，这个眼影然后就孤独的去夜店。